好喝吧，好喝，好喝。吃了吗？有啊，我吃了。甜的导游哥，台北没有肉酱。没有。开胃了吗？开胃了，小碗羊肉面，烫的，刚好可以把刚刚早餐花掉。早餐店真的超多人。他以为这是大碗。很好的，很清淡。他们家弟弟还会帮忙，超棒的。这家店就在宽来顺旁边，看到很多当地人会来买。可爱的老公，可爱的摩托车，出发，换我骑。我们要跟国贸拜拜了，拜拜。刚刚找到一个名人合照哦。对，先马赛克，让大家猜是谁。刚买了荔枝口味的。四颗好了，小尊呐、啊。你用日本的标准在处理。五分就已经留给那个等级了。哦、嗯。四分，还是不错的。今天掌舵的是苹果，看地图的是 Andy。坐车就是舒服，骑摩托车很凉快，停下来的那一瞬间就暴汗，很酷是吗？对啊，头发全湿哎。麻辣是什么？嗯，好吃。我去买下一个，然后再买一个吃看怎么样。现在你吃完白糖果了，你觉得茶贵跟北藤贵哪一个赢？茶贵。心目中的排名第一。我还是要投茶贵。白糖果的大比拼，这家是第二家老牌。口味都不错，而且一排人是比较多。糟糕。十块钱的赢了吗？差不多。要盲试，不要那个。哦。我觉得吃起来一样。我也觉得吃起来一样。前面觉得一样。对啊。啊，我们送到了梦时代久违的百货公司啊！很久没有在台湾逛百货公司了。嗯。在量血压，我在吃健拿出奇蛋。这不是健拿出奇蛋的样子啊，怎么会变这样子？这你不知道是新版的哈，我也没有吃过新版的。哦，是阿拉丁哎 ，Prince Ali， 这是吃健拿出奇蛋哦。这就是那个细胞盒。我要吐槽，像我猜。旧版的觉得好吧，旧版他把蛋剥开，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才会有那种真的把蛋打开的惊喜感。对啊。叮叮。哎嘿。很低哦。嗯，难怪哦，难怪起来还想睡。那就再去睡喽、嗯。不行。只要是拉面店，是什么日式料理店，我很想吃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这个很好吃啊。这里好逛吗？好逛。好吃吗？很好吃。你都还没吃哎。还没吃。想要一间间坐下来。我们才要开逛而已。上车。
是 tourist。该倒的都倒了呢，都没店家了，好落寞。对啊。我不在高雄的这几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香蕉酥真有趣。哎，为什么麻雀进来了？对于这样的面包比较实，你喜欢再绵一点、软一点的？每家蛋糕店的配方都不会一样。这个的确是不太像，不像是我印象中的 texture。它上面那个不会太甜而腻，对，蛮好吃的。我要去买回力炸酱面。想吃我一点炸酱面，我到在高雄买应该会被骂。真的要回家了，刚才小小又逛了一下，闲逛。拜拜。妈，我们快要上台北了，这好像很快就过去。可我比较喜欢布丁哎，才一块美金，这个才1.5美金，好扯啊。基本上中华都花钱。My favorite part， 它已经不见了。我拿了沙拉。Hello。哎。哇，问他有没有仓库，说不定有。他说他去台北要再去搜刮台北的全联。你会唱这歌哦。So you've seen sour cream, cheesy cheese, barbecue, but have you seen the garlic shrimp, hot spicy herb, what's that called? Basil?Spicy pepper crab. That's a lot of Pringles. 这应该没办法再吃。东坡肉哎、欸。对啊，还有这，很想吃哦。如果你有100天，你是不是会花100天的时间把台湾所有的小吃跟这些零食吃试吃一遍？没错，要一直吃。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，没了。好喝吗？1到5分要给几分？5分。真的哦，像果汁一样好喝，像美酒一样。对。哦，我买了纪念的台啤，是荔枝口味的。现在要来喝第一口了。好像。对啊，你喝，我帮忙打广告。嗯。荔枝是真的有甜味还是香味而已？有香味，甜味就甜甜，那是啤酒风味的荔枝汁。它上面写说荔枝味，成功好滋味，台南古迹限定，欢迎大家去台南玩。他刚喝了一口，觉得怎么样？清凉的感觉。那你说什么？道道地的风味，道地就是荔枝的口味。那重点是好不好喝啊？如果有人好喝，真的、哦，有比原味的好喝吗？有原味的荔枝。虽然说这家猪脚跟馄饨非常好吃，可是老板娘的脸很臭，老板娘的脸真的很臭，她可能很累吧。开动。猪脚很好吃，这个我拿跟当万能猪脚。很好吃，比打败万卵了。万卵台北也有。Good morning， 我们今天来博二要来看一个电影，看这个货柜之类。好，小玉要我叫货柜，是有名的货柜。现交易 ，No， 这就是所谓的台湾店。好节目，看到族群是没有哎、欸，看的都是台湾人啊。我们那些交易就只有这样去，10块跟10块。觉得第二部怎么样？真的、啊、有比？你是说第一个女主角还是第二个女主角？可以坐在她旁边。对啊，今天看这三部。新鬼来了，列车进站。小一想要上厕所，
我还在头晕，因为想喝咖啡，另外有冷气，好热。今天要喝的是蔡家的咖啡。现在有搭配一杯饮料，30块钱饮料，天马烧肉，好，好吧。你超过35块钱的饮料的话，到时候再补个差了就对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然后现在在走去捷运站的路上，我们等一下要去新会家。一二三，哈，到了！好了，我们其实已经到很久了。我们在支持朋友的一个频道，耶！哎，那卡满套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打码打码，帮我们戴上墨镜。哎，慧婷去台东的时候，新会有买这个花耶。不能提，要再跳一次。NG 黄牛，不能提吗？